们在本土超市买到的这个鸡汤啊，其实我们买回家拆袋之后就可以直接加热来食用。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汤味道太浓的话，你可以加一杯水进去，对，再稍微稀释它一下。金黄色泽的鸡汤散发醇厚香气，汤里的鸡肉块分量还超级多，搭配大量蒜头在锅里热情翻滚，喝上一口就能留下深入喉咙的悠长馥郁。当初会开发这个产品的一个构想，是因为在2年多前台湾的这个疫情爆发之后啊，因为家里面其实有我自己有两个小孩子，蒜头这个东西对我们本身身体有一个抗氧化跟抗菌的一个效果，他们吃起来觉得蛮好吃的。后来有这个想法之后说，把它应用在我们这个产品上面。煮上一锅，营养满分，蒜头熬到软绵，鸡肉则是炖到骨头都能轻易取出的程度，肉质还能保有 Q 弹的口感。鸡腿肉因为它本身有带皮，所以它在熬煮这个鸡汤的时候多了一层鸡油的油香味出来，跟这个蒜头一起熬的话，其实它的风味会加成的效果。鸡汤的部分，因为这个虽然是已经调理好的一个料理包，所以其实很方便，就我们把汤跟肉分开之后，我们也可以当成一个火锅，或者是做成那个粥，煮粥或者是煮面都很方便。不管是先煮好面条，再将滚热的鸡汤跟肉块冲到面条上变身成汤面，还是加入米饭熬煮熬成粥做成蒜头鸡粥，这3到4人份的鸡汤只需简单加热，配上自己喜爱的吃法，5分钟内就能快速上桌。产品也经过层层的严格把关，由我们饲养的原种鸡，然后到小鸡都是我们自己一条龙的饲养，然后我们的鸡只呢，它从饲养的环境，然后品种、水质，甚至它的饲料，全程都是一条龙的严密控管。整个饲养过程，它至少必须经过27道的一个品质把关的动作，确保我们每一只鸡只进到我工厂屠宰之前，它都是健康的。消费者使用，所以我们把我们每一块带骨的鸡大腿肉呢，切成四口径最好的30到50克的一个大小。那为了要切出这样大小均匀的肉块，而且减少我们人员在分切过程的疲劳感，以及维护我们作业同仁的安全，我们为了这个产品全新设计了这样子的自动分切。那目前这样子的安全性这么高的一个自动设备，全台湾目前来讲是只有唯一一台。已经经营45年的本土肉品供应商，拥有多项食品工厂专业认证，更有1流的设备及服务。除了鸡汁选用国产鸡肉，来源透明，鸡汤里各项食材也得经过多关品管。都是采用嘉南平原的蒜头，然后我们进厂之后都会进行人工的木质的挑选，然后挑选出来，我们会把带有这种像我手上这个带有一点瑕疵问题的这个蒜头进行人工的剔除，然后保留这个完整性的蒜头去进行熬煮，然后熬煮出来之后会让那个蒜香味更为的明显。